样品要不拿几个回来。好，那个银饰等一下我送给我同学，叫他早生贵子。很有道理。嗯，对啊。这个链接，这个桂圆干的链接可以了吗？嗯，我们现在给大家上一下大方鱼吧。上次播、大方鱼，好多人买回去都很好吃。好，大方鱼啊。所以这次是返场吗？我们都是独特的。又播了一次，然后大家回去。自己，我每次直播基本上都会吃一包。然后我们办公室，我们财务室基本上会拿那个这样子煮茶。所以把那个桂圆干拿起来，下次还要用。别吃了。嗯，是没了，等下。你为什么不能多拿几包？没，已经没什么货卖了。没货了，三包都卖光了。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我们筛一下黄鱼，上次播的黄鱼大家都说好吃，拿过来吧。这个黄鱼呢，它是新鲜的，就是你打开之后要清蒸就可以，它不是干的，是新鲜冷冻的哈，真空包装新鲜的。然后这个是好像是一包是多少？半斤。一包是半斤装的。这个黄鱼真不错，是吗？它是、哦、有三条，对，半斤装三包，三包是89块钱，三包89块钱，三包89块钱，然后五包是139。那个黄鱼我拍过两次视频，它的肉就是像蒜瓣一样，一瓣一瓣的哈、哦，然后香而不腥哈、哦。然后我要说一下，这个不是野生的哈、哦，野生的很贵很贵，这个是那个。就是那个圈养养殖，就是近海，海区的、就是、海区养殖的哈、哦，海区养殖的它比是海水里面养殖的哈、哦。在海水里面放个大圈圈，然后放在里面，他们也是。对，相当于一包是，如果你买三包的话，相当于一包是29.6；如果买五包的话，相当于一包是27.8。这个就是日常，而且很方便，已经给你都处理好了哈。你打开之后呢，就是清洗一下哈，不放心可以清洗一下，然后直接放到蒸盘上面哈，拿到锅里去蒸，蒸7到8分钟，然后蒸好之后，我们把里面的汤汁倒掉哈。到淋上蒸鱼豉油还有热油就可以出锅了，非常方便，你也不要去杀鱼哦。对啊，这个确实上班的人比较方便。那这个五包是139，五包是139，其实算起来就是一包是27.8，28块。你可以先买三包回去尝一下哈、哦。五包的话均摊下来一包是27.8，三包的话均摊下来一包是29.6，就看你如果上次有买过觉得好吃的话，你这次可以买五包。这个是真空包装，你买回去放在冰箱里面冷冻是可以放一年的，是可以放18个月的哈。其实买海鲜这个时候买是最划算的，你这个买回去放里面冷冻，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哈，你也不用化冻，你直接因为都给你处理好了，你不用杀。我们本地人要杀的时候才要冷冻，你不用冷冻，你直接放到那里面去蒸就可以了哈。如果是冷冻状态下，你可能蒸个10分钟左右哈。然后这个就是真的吃非常，它是肉多刺少。我之前有拿这个可以去煮过那个粥，这个是可以煮粥的，可以清蒸的，可以油煎的哈。就是小孩爱吃，妈妈放心的那种。我家宝宝是很经常吃这种鱼的。小孩爱吃，妈妈放心，但是我们一般会买。对，但是我要直接跟你们说，这个不是野生的哈，野生的话这一条都要很贵的价格哈。这个是海区圈养的，它绝对，我跟你大家保证是海区圈养的鱼哦。是啊，挺大的。它就是最海区圈养是最接近野生，但是它是圈养的，我会直接跟大家说哈。好，这个一条这么大。半斤的、啊、一条有半斤哈，一条是半斤装的，是比较大的。经常看我的名，这个是我比较推荐，也是之前我有卖过一次，是回购率比较高的一个哈。它这里面确实是肉比较少，老人孩子就是很好吃，
就是最好给他们吃这种，而且这种鱼呢它是很有营养的，就是富含维生素 AB 哈，而且是富含蛋白质又低胆固醇的那种。吃的比较聪明，就是真的小孩子吃鱼比较没有营养。三包多少？89是吧？三包是89包有的，然后五包是139。这个是回购率比较高的，大家收到之后要马上放到冰箱里面冷冻哦，一定要冷冻起来，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了哦，比较方便，不用杀鱼，都给大家处理的好好的，给它对半片开了哈，直接清蒸就可以了。是啊，也没有防腐剂，都没有添加，就是这个真空包装的，放冷冻，纯天然的哦。发的应该不是说冷链的，但是发的是冷链哦。哎，我每次听到有人夸我的时候，我就好像我又要端着，就不敢接地气。哎，好多人认识你啊，广西表哥。上次我跟广西表哥直播还是半年前的一个事情啊，那时候卖鞋子哦，大家对你印象特别深刻。大家不要这么记得我，记得不要少就可以了。我是友情客串啊，我是气氛组的，气氛组的。以前是专业混那个，专业混哪里的我就不说了哈。这个是我们霞浦的，这个是霞浦的哈。哎，音乐放起来，这一拍。快点，音乐放起来，突然安静了。这一拍空气突然安静。没有，今天就是直播人太。28.9 半斤，有这么多，倒不完。
倒不完，有这么多。倒一百，这个。这个可以买回去，而且就闻起来有大海的香味，真的。你们买到的时候去闻，真的很香的那种，就是大海的味道。哎呦，感觉。它这种海带就是补碘，碘含量特别高，就是。绿色的有机食品可以拿来补碘，然后这个爆发还可以拿来涮火锅，四川的呀，北方的这个时候最爱涮火锅，打锅边是吧？可以买这个回去打锅边，特好吃。这感觉好嫩的感觉。你们买到之后清洗的时候要给它泡发一下哈，泡发这个比较好泡发，差不多就是泡一个小时，最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，它就发了，然后就可以拿去煮，可以炒啊，可以炖啊，还可以凉拌哦。就是素食的那种，吃一下，但是这个是烘的很干的，首先要泡发。硬吃吗？这个是硬吃。哦，这个是干的，烘的特别干，特别干，特别棒。泡一个试试。泡一个。可以啊。水拿过来。好，拿这些进去去，拿几个进来泡，可以看一下哈、哦。这个我们当地就是。这个海带节比较经常吃，一般是拿来涮火锅呀，然后炖汤，我们比较常吃的一个做法。泡一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哦。它泡一泡就变软，然后它这种哎，其实可能都不要半个小时哦。我们试一下。这个好嫩，感觉哦，冷水泡就可以了哈、哦。这个原来凉拌应该很好吃，这个。今天也有鞋子的哈。每次直播必带一点鞋子哦。冷水泡就可以了，小伙伴们冷水泡就可以了，泡会泡发哦。然后这个海带节看一下，泡出来哦，它就是很绿，就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绿色有机食品哦。拿来涮火锅，它这个泡水它就会吸水，就会变成哦，它就开始变重。然后如果你买的话，半斤哈、哦，有这么多，真的是比白菜还要便宜哦。一包才28.9块，还是包邮的哈。其实买两包比较划算，两包三包比较划算啊。两包是49.9块，三包是69.9块，比较划算。哦，只有那个一斤装跟那个两斤装。不是，全部这个都是半斤装的，保质期是一年，我们是烘的非常非常干哦。现在可以给大家看，它越泡越软，哎，其实都不要泡半个小时哦，泡十来分钟就可以了。一包19.9，然后三包55，那个五包89.9。这个就是海带它里面的碘含量是非常高的，特别是北方的内陆不靠海的地方哦，吃这个是很好的。我妈她不是去成都，去我弟那边嘛，我弟在成都，然后她就叫我寄一些紫菜啊，海带，她说吃这个就代替海鲜，她说那里吃不到海鲜。泡好要洗吗？你在泡的过程中不是边泡边洗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泡好了给它冲洗一下就可以了，这个拿来打锅边就是涮火锅呀，炖汤啊，特别好，而且很香，真的这个很香，你们买到之后可以闻一下。真的很香，有海水的味道，真的是有海洋的那种味道哦。裙菜是什么？应该是那个阿蒙提吧，还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裙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当地没有叫裙菜的东西。这个是长在海洋里的绿色有机食品哦，它是长在海里的哦，就是真的是非常好，长在海里的。我海鲜吃的多就懂得多，哎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是海洋杀手，真的那个海鲜吃的超多。秋衣应该还是有的，秋衣还有吗？秋衣还有，有秋衣的链接价格都改好了，真的这个一包半斤啊，到处这些超级多，然后泡发出来泡特别多。看一下它泡出来，它这个很会吸水的，这个很会吸水，泡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很会吸水哦，就可以拿来炖汤啊，涮火锅，这个涮火锅沾上料特好吃。你看给它泡出来就是特别绿，有没有？它其实它没有烘干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泡出来还是这个样子哦。
我们福建人没有喝过什么牛盘子，牛什么茶没有、哦，我们喜欢喝铁观音啊什么的这种。什么东西？有电吗？有电，要充电是吗？这个拿去充，那有好几个头啊，可以用。上一下那个鱿鱼干，还边喝养生茶边洗漱。看到好多人叫那个，还自带了茶杯，自带了这种便捷装的茶杯。这现在是闽南式词。我的普通话，棒啊，牛棒是吗？半斤的，半斤就非常大包，可以看一下哈、哦。干鱼你们要看泡发后的状态是这个样子哦，它很会吸水哦，是很绿很绿的绿色有机食品，长在海洋里的蔬菜哦，超便宜，海洋里的白菜，然后三包55，对，那个半斤的是28.9，然后那个两包的是49.9，然后三包是69.9。福建海边的海鲜比较少，有没有吃过？有啊，我天天都吃海鲜。好了，刚才好多人要鱿鱼干。这个是。那要鱿鱼干的看过来哦，就是这个鱿鱼干就是送礼呀、啊，自己吃啊都特别好。这个是比较大的，这个是淡干的哦，淡干的大鱿鱼干，我现在拿的是大鱿鱼干哦。然后等一下还有墨鱼干，它这个一包是49块钱，然后三包是139块钱，一包里面是一斤装的，这个一斤装才49块钱，而且是包邮的，很便宜哦。淡干的，看一下，把它的这个尾巴打开，它还是好大，一包差不多是有3只哦，看一下这么大。才49块钱哦，包邮的。我就建议大家拍三包，如果送人的话，我们可以拿三包袋，包装袋拿过来。三包呀。对，拿三包，然后你们套个那个红袋子，套个红袋子，然后就可以送人，很体面哦。三包要39是吧？对。三包要39，这个一包多少？一包是一斤装，差不多是有3个哦，我们会给你们弄够一斤，49块钱哦，淡干的，一只有多少不知道，但是三只有一斤，好大只是吧？这个是大鱿鱼干哦，这个很大只啊，一包3只，一包有3只哦，一只这么，打开给大家看，一只有这么大。如果你要送人的话，你就买3只，就买3包，3包3斤装才139，也是包邮的哈、哦。这个一般我们拿来炖汤哦，炖汤。如果你给宝宝炖汤的话，或者产妇炖汤，就是月子里炖汤，你用加这个就不要加盐了哈、哦，就淡淡的咸味，很香的那种。咸吗？但是会有咸的，虽然它是淡干的，还是有咸味的。这个一般是炖汤吃哦，或者是炖汤啊、煲汤啊，就是做火锅底料呀，然后煮面啊也会加一些，我们煮面也会加一些的哈。这个味道是比较新鲜的那种，是淡干的，这个超划算哦。拍下的话，48个小时之内发货哦。泡多久？差不多泡2到3个小时吧，差不多。泡2到3个小时，如果你煮粥的话呢，你要泡久一点。如果你是拿来炖汤的话，其实你只要洗一下就可以了哈。炖汤都不用。买不了，给他讲解一下怎么买。普及一下。拿近一点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怎么购买哦，看一下。这个点下这个橙色购物袋哦，然后点进去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规格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这样子哦，然后立即购买哈、哦，然后跳转过来填好你的订单信息、你的电话啊、收货地址啊、姓名啊，选择付款方式，然后提交订单一下就可以了哈、哦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啥？没看，纸巾给我一下。大风说给他顶放。
是啊，烤着吃，真的。我去广西那边很多他们烧烤就这种简单直接烤，他们很喜欢吃这个。烧烤摊他们那个什么鱿鱼干，但是没有什么好吃，我从来不吃那个。那个烧烤摊他们那个那边这种干的是不能烧烤的，烧烤好像不好吃。没有，没有，他们有些那个外地很喜欢吃烧烤，是啊，把这个拿去烧烤，就是泡饭的拿去烧烤。他们说很好吃，很香，但是我作为海边长大的，我就不屑。小鱿鱼，因为有小墨鱼，是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有。那个好吃多了。这个泡发就是直接放到冷水里面去泡发哦。因为烧烤摊它那个鱿鱼就这么小的那种，然后那个味道也是没有这个这么香的，这种比较新鲜一点。他们那种是那种放比较久的，超市买的那种。墨鱼干有的有墨鱼干，真。可以凉拌吗？我没有吃过凉拌的。你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们这里南方海边的一般是把它拿来煮粥，然后炖汤哦，煲汤比较经常。然后你们说的那个烤啊，还有什么凉拌，我没有尝试过，没有尝试过。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哦。泡发时间，如果你是要拿来那个煮粥的话，建议你是泡一个早上。那你如果是拿来炖汤的话，你清洗一下，直接炖。就可以了哈、哦，花烂鱼干真的也可以的哦。墨鱼干，我现在这个是鱿鱼，墨鱼干价格是已经改好的是吧？对。墨鱼干的价格是已经改好的，现在今天直播间所有的价格都是改好的是吧？对，直接拍。今天就是所有价格都改好了，你们看购物车里面有喜欢什么的话，你们就直接那个直接拍。是啊，看一下。咸不咸？是蛋干的。咸不咸？摇一下，不要摇一下，看咸不咸。生的，生的。偷偷尝一下，咸，咸。因为它，比如说它那个可能咸一点，它不容易坏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、嗯？因为女孩子很喜欢吃这个，我自己男的比较少吃这个。我们这边一般一斤是三条。我都是吃那个鲍鱼，比较喜欢吃。鲍鱼也有卖，等一下就可以上。这个真的，他们烧烤真的是用这个剪一条条烤的，很香、哦。他们说很好吃，反正他们喝酒都是吃这个。没事，我们那个哦，拿来配酒是不错啊。人家鲍鱼配好的。没有，他们真的、哦、他们那个烤着去那个，就是我们每次打完球，然后球队他们就是，反正就叫他们上这个，然后剪一条一条，然后他叫他们烤，他说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。那我们上下一个，上下一个吧。上。但是这个鱿鱼大鱿鱼嘛，我再说一下，真的很划算。它这一包差不多有三只哦，打开超大，这么大才49块钱哦，而且是包邮的，特划算哦。鲍鱼干现在都涨价，我们那时候没涨价。鲍鱼干现在整个市场上涨价是超厉害，包括我们的进货都涨了。说鲍鱼，鲍鱼就来了。但是我们的鲍鱼没有涨价、哦、因为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鲍鱼它我们卖的时候应该是最便宜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疫情、嗯、我想是这样的，我们当时烘的时候是最便宜的时候烘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疫情那个、然后那个好像生鲜的那个车啊它不好就是卖到外地，所以很多都做成这个鲍鱼干了，真的很便宜，今年是最便宜。什么没有库存了，看一下鲍鱼跟大鱿鱼有没有库存。这个鲍鱼呢是烘的非常干，吃之前呢你们是要泡水泡一个晚上的哈，嗯，然后可以拿来就是炒啊炖啊煮粥啊都可以哈，差不多这个鲍鱼干我是建议大家拍半斤的168最划算，差不多是有35个到40个，如果50克的话39块钱，只有那个5到7个哈，5到7个，50克也是一包嘛。是吧，一小包五到七个哈、哦，但是我50克39，然后那个半斤装的168是吧？对，50克就是只有几个。刚才我说我喜欢吃的鲍鱼来喽。我们这边的人是非常喜欢吃鲍鱼的，因为鲍鱼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高，很有营养价值很高，包括我们就是所有坐月子啊或者是酒席上哈、啊、必备的硬菜就是鲍鱼了。但是现在年底的时候鲍鱼价格真的很高，所以
鲍鱼干是最划算的一种存在，因为它在烘干的状态下是可以放一到两年的这种状态，放我们收到之后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哦。经常逛市场的人就知道，现在鲍鱼干的行情都在涨价，涨了，对，所以但是我们直播间没有涨价，我们一直都没涨价，因为这个是以前的有优势哦。所以以前晒的确实便宜，那个时候是最便宜。而且过年快到了，其实大家可以半斤半斤买。对，过年到了，然后这个一斤都可以的，熬粥给家人啊，什么都可以的哈。但是这个鲍鱼干哦，你们一定要泡水泡12个小时才能泡发哦。这一批卖完就没有了，这应该是我们也库存不多了。墨鱼干才上过了，你那个链接没有上了没有？还没上。墨鱼干下一款，下一款。哦，大家不要急哦。下一款什么一个？半斤差不多是35到40个，35到40个半斤的。哦，半斤。其实都可以按斤买。说真的，因为过年快到了，外面的干货都在涨价。168，那个半斤装的168。然后我们这个鲍鱼干它是烘的非常干的那种，所以你们泡水一定要泡够12个小时。如果煮粥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炖汤，然后很多人关心这个是几只鲍，几头鲍哈，这个是八头鲍的规格。今天买的鲍鱼干明天就能发货，因为我们冻库是有现货的，有半斤装的了。没有半斤装的，看一下。半斤装没有了吗？哎，一库存大概不上了，不上了。现在有了，看来大家还是了解市场的。是啊，这个鲍鱼不管是哪里，其实都是很受欢迎的，因为它是真的是没有整个行情的酒店啊酒楼里面的贵族哦。比较少，第一次卖龙岩干吗？没有，卖了好多次了，不是第一次。这个说龙岩干应该是福建人吧，因为外面都是做贵族。怎么没有链接？有的，在讲解中有的。哦，只有三个，你要买多少个？看来懂货的人，懂行情的还多，因为真的都在涨，干货都在涨价。收到之后呢，你们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哦，冷冻起来哦。链接那个小二在马不停蹄的上链接，大家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大家给大家播一个紧急新闻，我要去当伴郎。伴郎。啊、哦，谢谢大家啊、哦。你要走了。嗯。感谢大家观看那个比较傻的直播。好，换首表哥。换首谢谢啊、哦。这个是自然的，
开了一遍，我又看着你。已经打开了，不跟我说。看一下哈，它一般里面是有三到五只，一般是有五只，三到五只这样子哦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白白的呢，不是发霉哦，就是有一层，它晒干之后表面就是会有一层白色物质，所以它不是发霉哦。晒干之后就是会白白的，不是发霉的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哦。是一种叫甘露醇的物质啊，是一种叫甘露醇的那种营养物质，经常吃墨鱼干的都会知道哈、哦。然后这个要冷水泡发，不建议热水泡发，泡三到六个小时哦，三到六个小时，大家泡发三到六个小时，一包一斤装是109。墨鱼干比鱿鱼干要贵哦，因为这个墨鱼呢就是比较贵的哈、哦。墨鱼的海鲜就是比较贵的，这个怎么吃？一般炖，对对，炖汤，炖汤是最常见的，或者煲粥哦，炖汤煲粥是最常见的煮法了。对，炖鸡呀、啊，炖排骨啊，很香。那这边这个墨骨可以拿下去一起炖，而且这个墨骨，而且它是一种药，叫什么消的，我忘记了，叫什么消的一种药，好像那个药是，可以止血的。它这里面这个墨骨就是叫什么消的，可以止血，我又忘记了。可以剥它炖猪蹄，对，泡三到六个小时，中间换水一次哦，中间换水一次哦。哎，炖猪脚，对，大家讨论上了这个美食，这个炖猪脚超级香哦，里面是有带这个墨骨的，这个墨骨它其实是可以止血的哦。鱿鱼干怎么吃？也是差不多炖汤吧。还有炖猪肚也不错。哎，我们都讨论上了，啊，快点买，一斤一包装是这样子的，一斤一包装的109，有三到五只哦，差不多一只是有我的一个手掌这么大哦，你可以看一下哈、哦。巴兰鱼干、鲍鱼干、哦、海瓢消，对，海瓢消。哎呀，我的直播间都很厉害哦。好了，这个是直接那个海水清洗后晒干的哈，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，所以你们收到之后要及时的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存哦。越看越饿，表哥出来买1000盒都没有用，他都不会出来，他不是特别捧我的场哦。大家都厨艺都很高超。是可以拿近一点，好像最近的了。对，刚才就是太远了，所以我看的好怪，你知道吗？木鱼，这个反正就是炖汤特别好，炖猪蹄呀，炖猪肚呀，不错。泡要泡水，一定要泡水哦，泡水三到六个小时，中间换水一次哦，中间换水一次。收到之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，一斤是109，三斤三包299哦，三斤装比较划算，三斤三包哦，三斤三包299可以拿来送了。这个墨鱼干送人还是很体面的哦，还在接收到了，质量杠杠的，是不是？数量也杠杠的。250的就是鲍鱼干是吗？30到40哈，30多到40只。鲍鱼真的建议大家多买一点，只有我们价格还是原来的价，整个市场应该都在涨。对，是良心话。可以的，对，可以按斤买，因为过年快到了。这个摸起来就是很香的那一种，就是鲜味，就是鲜味的那一种。淡干的，泡的海带苗，泡的海带苗我要吃，那得凉吧？炒着能吃吗？炒着可能会不好熟，炒着可能会不容易熟。送了也不错，送的我是建议送三包，然后拿个红袋子装一下就不错。其实干货临近这个时候，越早买肯定比后面买要划算的多得多。对，我们海边的人过年哈是必囤干货的哈，因为就是聚餐的时候，一家人聚餐的时候，可能会拿来炖汤。
哦，而且我们当地人煮面会加这个，煮面条会加这个，很香，就是而且它会有带那种淡淡的咸味。三包是299，一包是109哦。对，我们这边过年送你会送干货，墨鱼炖肉特好吃，没错。我们可以讨论怎么煮，你们就煮的时候一定要泡水3到6个小时哦，中间要换水一次哦。没有，因为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。选不了，鲍鱼半斤又没了是吗？稍等，我看一下库存。啊，这库存好紧张啊！真的，干货反正是早买一天，肯定比后面买一天要便宜，因为市场都在涨价，这过年到了嘛，年关，嗯，啥都涨价。然后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，鲍鱼50克差不多是5到7个，比较少。就是如果你想没有吃过的话，想尝试的话，可以买比较少。如果你是吃过的话，挺喜欢吃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多买一些哦。为什么鲍鱼涨一次？因为你没涨价呀，就是那个原来价格啊，大家知道。所有有去过市场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现在就有必要弄个开水吧，弄个开水，等一下我泡茶。大鹏，等一下来，我泡茶给你喝。这个就是我刚才煮的那个桂圆茶，然后煮的越久越甜哈、哦。天人多喝盐茶，我刚才泡的是什么？我好像泡的是什么茶？我泡的是什么茶呀？盐茶。我刚才泡的就是盐茶，大红袍。我用这个，我今天还推荐这个茶杯，我泡的就是大红袍哦。我不怎么爱喝茶，说实话，因为喝茶会失眠，只有直播的时候或者是今天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才会喝茶。但是我们这里的男人啊，谈生意呀、啊、早上起来都要喝茶的哦，所以我就今天是有给大家推荐这种茶杯道具，哎，这种可以旅行装的哈，可以带出去的这种，好看吧？在几号链接？我这个茶杯套具呢是在我们的一个4号链接哦，它这个比较好看的这种带山水的水墨山水的是99，其他的单色的是89，可以旅行带的哦。喝的这个是桂圆茶，然后我今天还有麦尼斯哦，我脖子上戴的这个就是银饰哦。999银的，怎么煮好吃？炖汤煮面啊，炖汤煮面，煲汤煮粥，我们这里常见的是这样的一个煮法哦。天天穿这件衣服，这件衣服好像我买到现在就穿第二次哎。跟那件灰色的